来玩这款游戏，太初归墟梦魇是哪招啊？你看一下，这上周的时候是推一个九渊归墟啦，然后这周推出这个，意义在哪里啊？我们进来看一下，对啊，是同一部啊。上周好像是拿这一位，对不对？来吧，我创一个名称好了吧，我取一个名称叫做免洗归西。OK 吧，免洗归西。看得到万能视角吗？前几天我是选那个看起来像龙族的，他就没有万能视角了。哎，好，这一只位好像有潜力哦。哦，大方的女人。消重即逝，一闪而过。那弯的视角，这闪超快的。血，那血是用喷的哎。直升100级啊！变成盘子就能直升100级啊！我现在在下载耶，那个下载速度是实在是很慢的。进行挑战呢？打掉了。这个真的玩家玩哦。那你不如玩原进化。如果你喜欢玩免血 NNO 啊，你不如去玩原进化，因为他弄到后期有7个职业。哦，因为前阵子有做那个影片嘛，我记得有剑啊，有双枪啊，有拳套，还有什么？还有毒，还有闪，对啦。但是他又有男生女生嘛，合起来有7个，真正来讲就是5个职业而已啦。性别绑定，好啦，那本次影片就玩到这里吧。反正前几天都已经玩过了嘛，大家拜拜。